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罗振佑，我今天5岁半了，我来自大地幼儿园，我是一名大学生，作文、音乐什么都会，我是一名优秀又厉害的科学家、语文家。还有什么家？谢谢。大学生，我跟你说，我也是大学生啊。我们幼儿园也学大学生的。你大学生那切磋一下子。2+2等于几？2+2等于4。4+4等于几？4+4等于8。8+8等于几？8+8等于16。16+8等于几？16+8等于17。你决定吗？你16+8等于17？不对，大学生算了吧，大学生数学我们就不要继续聊了，来，我们不聊数学，聊聊语文好不好？一毛不拔是什么意思？一毛不拔就是牛的毛是不能拔的，它会生气，要它的脚来顶你。我再问你，什么叫二龙戏珠？是一只龙不能吃猪。不能吃猪，不能吃小猪猪。哎呀，真厉害！什么叫三羊开泰？这回不知道了吧？我知道，就是一个老太太觉得不喜欢这个羊，就拿着扫把去打它，就是一羊三泰。我说的是三羊开泰，不是一羊三泰。听说你在家平时喜欢给爸爸妈妈看病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这，你看说什么来着？我昏倒了，你能救救我吗？我去拿些我的药箱，马上回来。哇，你还真带药箱来了？你是大夫吗？你别乱看，别给我看出问题来了。这疗效挺温。你的问高是8000，这么热，我还能活是吗？大夫，然后呢？这就要停了。哎呦，大夫怎么样？大夫怎么样？心跳不行了。心跳也不行，发烧8000度，你是大夫吗？啊，做手术。哦，不是大夫，那个我都接受。我得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大夫，我问一下，大夫，你给我弄了这么半天，我是什么病啊？心跳坏了，你3个7天都要坏了。那要多久能好呢？你先刷个牙，这个牙类的那些口腔进入到这3个的地方，就会一点点好。刷牙吧。我以后要有什么注意的？少吃甜食，少吃油炸东西。那个小罗同学，那你不当大夫，你还能干嘛吗？当兵。为什么要当兵？因为这可以让我的勇气变很大。当兵还可以做什么？保护我们的家人。所以你知道你以后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？当兵。哎呦，这开始了。悠悠，你好，侯英文，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叫侯英文，我0到3岁喜欢 ABC， 我4岁喜欢宇宙，我5岁喜欢世界地理，我5岁半就喜欢乐高。你的兴趣好多元哦，那你看了这么久的世界地图，你能把所有的世界地图都记在自己的脑子里吗？我可以画出来世界地图。我觉得你在吹牛，不可能有一个这么小的小朋友可以把世界地图画下来。不过我还是想要看你画一下世界地图，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开始。他好像真的在画世界地图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侯英文给我们画的世界地图。你大概看世界地图看了多久可以把它画下来？我不知道，我没计时。那这样，我准备了一些更难的问题想要考考你。国土面积排行的前10名。1俄罗斯，2加拿大，3中国，4美国，5巴西，6澳大利亚，7印度，8阿根廷，
九哈萨克斯坦，十阿尔及利亚。我还可以往上问吗？你可以，可是不要超过30。那这样，我会给你一些国家的形状，也是它的地图的形状，你可以告诉我它的名字吗？这个对我来说也有一点简单。看，这是哪里？阿尔巴尼亚、奥贝尼亚。看看正确答案。哇哦！这个呢？这是德国，它的英文是 Germany， 它也在欧洲。好，看下一个。这是亚美尼亚，而美尼它在亚洲。怎么会都是对的呀？这个，这是西班牙。这是哪儿？这是匈牙利。这个，这是罗马尼亚。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是法国。还有这个，这是冰岛。哎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你是怎么记住这些地图的样子和它的这些名字的呢？只要练习看地球仪就能知道了。要不要听一下有两个首都的地方？哎，等会，这个我好像知道一点点，因为这个地方我去过，是荷兰吗？对。哎，你看，我知道荷兰有两个首都，一个是阿姆斯特丹，一个是海牙。在阿姆斯特丹有很多的郁金香，还有风车，对不对？然后海牙虽然不是荷兰最大的城市，但是它也排名第3，在那里有很多的港口。答对，耶！终于扳回一城，太不容易了。谢谢你来做客我们今天的宝贝敲门说，欢迎你下次再来给我上课好吗？可以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社交实验。有点害羞吗？你说一句话。那我们聊一下天好吗？你说话呀。你怎么不说话？你不害羞可以吗？哎，我教你一个抖抖抖抖抖那首歌好吗？抖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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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抖把大象放进冰箱里要几步？3步。正确。打开冰箱门，再把大象放进去，再把冰箱门关上，3步就猜对了。你怎么这么会猜？下一步，把长颈鹿放进冰箱里要几步？不知道。4步。打开冰箱门，把大象拿出去，再把长颈鹿放进去。关上冰箱门4步，对不对？森林里举行森林大会，谁没去？知道吗？长颈鹿没去。为什么是长颈鹿？因为长颈鹿关在冰箱里啦，它怎么出去啊？妹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米莉，你叫我小米叫什么不？棉花糖和糖宝，他们叫欧雅子熙，有点长，可能你有点记不住。米粒，我们现在是好朋友了吗？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了吗，米粒？哦，啊，这拦不了了，拉着我了。小熊猫啊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罗振耀，那你叫什么名字呢？我叫卢卡，我的英文名叫 Daniel， 我的英文名叫李明哲。嗯，那你是喜欢做什么呢？我喜欢街舞、唱歌。我也一样跟你说的这些。那我们比试比试。好，那你先来，你先跳街舞。好了，到我了。我能唱《孤勇者》，可以。我也可以唱《孤勇者》。I'm in the most room. I'm in the most room. The little bedroom, the little deep room. Every old boo falling on the mobile. I will see me if you raise me a bit old. But about it, me you boo. 安装咱相信不愧的模样。这些望不一场剧本，剧本我的披风开门，在哪？水面怎么这么黑夜中的雨夜雨的那你的小脸蛋好可爱呀，要不要我们一起做个朋友啊？好啊，你可以帮我把帽子摘了吗？你长得很像外国人啊。我们比比谁高吧。哎呀，你不能垫脚，我没垫脚。我比你高，别吃嘴了。我比你高，下次再比吧。我们都很厉害，但是我觉得我更厉害。如果你和我不打一起啊，不打到一起，那我就给你做朋友。好，耶！哎呀！外籍户籍减负书包，成长一路相伴。蒙语为什么？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月球，月球。它叫问题星球。问题。每当它亮起来的时候呢，它就会提出问题。你们愿不愿意帮它去解答问题啊？愿意。来。你们好，我是问题星球。今天我收集了许多的为什么，你们可以帮我解答吗？可以呀。那第一个问题就是，蚂蚁从高楼上掉下来会死吗？不会。一个一个说。不会，因为楼房下面都有护栏。哦，你觉得呢？它不会死，因为它掉到一个小鸟的一个背后上面，然后它就可以有命了，有可能是这样子的，就跟小鸟飞走了。那哥你觉得呢？不会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很轻，因为它很轻。哦，下面有垃圾袋的时候就会掉到垃圾袋，你就不会死了。哦，被垃圾袋保护起来了。你怎么还不说话？你怎么还不说话？我们已经解决完了。对呀。那就下一个问题吧。为什么我们每天都需要睡觉呢？因为如果不睡觉，那不就是可以玩24个小时了吗？我先来，我先来。我先来。让妹妹先来好不好？我都没第一个来。你马上，妹妹先来。要不要睡觉？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下一个吧。因为不睡觉就会长不高。但是不睡觉可以玩啊，玩的时间就会变得多呀。他可以玩100个小时，可以玩20分钟。学的是错的，会让脑子头晕不舒服，或者脑子会爆炸。下一个吧。你觉得玩重要还是睡觉重要呀？睡觉重要。那你告诉我为什么呀？因为睡觉就可以长得高高的，如果不休息的话，那神经元就不会给我们
输送头发。神经元是什么东西啊？神经就是可以让我们长出来头发的那个。够了哈。那你觉得用不用睡觉？到你了。我生气了，我也生气了，我没生气了。为什么每个都是我是最后一个的？下一个问题让你第一个好不好？啊，那就下一个吧。下一个问题是：地球上的树比鸟多吗？为什么？因为……等一下，这个说了，让他先回答。鸟多，因为一棵树，它的上面一次能停好多好多的小鸟。啊，那你觉得树多还是鸟多？树多，因为鸟一次只能生一个鸟。错，其实鸟一次也就是十个鸟的，有些的鸟会生一个鸟、两个鸟、三个鸟、四个鸟、五个鸟、六个鸟、七个鸟、八个鸟、九个鸟、十个鸟。妹妹，你觉得是鸟多还是树多呢？鸟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鸟一次可以生好多好多。他们都说是鸟多。听我，因为它可以给我们很多二氧化碳，可以叹气。其实树是我们最好的朋友，因为它可以给我们很多生命。不是的，树和鸟都有生命的。哪个多？树多。其实鸟是我们的生命，它是我们的深爱。妹妹现在已经认为树多了。妹妹为什么树多？因为树可以让我们进行的呼吸。哦，哎呀，真棒！外面都是树，我没看过。鸟妈妈肯定还没孵鸟。到底是树多还是鸟多？树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从来都没有看过鸟，只看过树。我真的真的要抱我了！为什么他们都这么两个都是一个？但是现在让你说呀，现在到你说了。我看见树和鸟了，但是树多还是鸟多呀？鸟和树，它们都有可保护我们的生命。那这两个，如果你要选一个哪个多的话，你是选树还是选鸟呢？两个都选。来吧，下一个问题。为什么夏天非常热，冬天又非常冷？因为。等一下，我妹妹先说好不好？妹妹最小，年纪最小，对不对？妹妹先说。嗯。你们好，妹妹，我以后也不想跟你们做朋友。那你先说，好不好？因为热的时候离地球很近，冷的时候会比地球很远。什么东西啊？该我说了，该我说了，该我说了。我要说。哥，你说。因为。冷的时候会出太阳，冷的时候会刮风。因为夏天出太阳了，可以睡凉席，也可以吹风，也可以洗冷水澡。如果冷的时候下雪，如果没戴手套，然后直接用手玩雪的话，手就会直打哆嗦。哦，我真要生气了。为什么地球上的每个人都会这么开心？再次欢迎你们来到蒙语为什么，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所有朋友像我们的小朋友一样，永远保持一个好奇的心。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如果你们有很多的为什么，可以把它们发送到我们的麦吉 TV， 更有金鹰卡通原创动画喜剧麦吉和他的朋友们，麦吉 TV 全网独播。为什么彩虹有七个颜色？为什么爸爸妈妈就可以一直玩手机？为什么小鱼会游泳呀？为什么一天不能吃两个冰淇淋呀？我要谢谢你，因为有你。